先至秦国大运，我吕不韦先至堪称永寿无期。永寿无期，寡人话应该系命不久矣就真。系你，你哋通通退下，冇寡人嘅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寡人要同我嘅好丈夫好好咁话别。系大王，我吕不韦细估唔到，我中横朝野咁多年，竟然及唔上你呢个嬴政一般狡诈。吕丞相过奖，若论到狡诈，寡人实在望尘莫及。若非有项少龙同王翦对寡人忠心耿耿，吕丞相早就经已取代咗寡人之位。若非刘海鲁莽行事，项少龙从中作梗，你早就死喺驿站行馆之内，仲有命在此意气风发呢？正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寡人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，你以为你能够咁容易就杀得到寡人呢？你，我最后悔的就是自以为奇货可居，估唔到我辛苦经营咁多年，竟然只是为他人作嫁。吕不韦，寡人念在你命不久矣，再讲多个秘密过你知，等你死落黄泉，都不止做一只糊涂鬼。寡人不单止不是你的亲生骨肉，寡人根本不是嬴政。赵德当日讲得没错，从一开始，项少龙由赵国救回来的只不过是邯郸城内的一个无赖少年。我的原名叫做赵盘。大王，请下令官家。只是差过少少，你就可以改朝换代，成为大王。是不是觉得好不甘心呢？赐毒酒。大王，你要杀就杀我，你放过我爹啊！大王，王大夫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曾经同寡人讲过，一切的事情都早已注定。妄自改变历史，有何后果？你应该最清楚不过。